好，大家好吗？好。大家门都别进来了，我要吃饭，很重，我吃过了。好，那出版人也进来。我要吃什么？大家都进来。好，大家好。谢谢师傅。谢谢师傅。我是第一次面对男众，平常都是女孩子站的嘛，有没有？今天你们在那一边。OK， OK 吗？在台北能住到这个地方，真的很了不起了。有吗？我们留过这个地方。有吗？五年前在这边种下酒，后来离开了，都没有。是吗？所以现在有。嗯，谢谢师傅。大概是本来是你们的吧，没人能站哈。 五年都空了哈，哇！今天好换吗？平常到每天都有人来共修啊。今天不是共修时间吗？今天是共修。每天我们这边每天共修，不一起工作。晚上每天晚上。OK。 我们平常是6点半开始，那现在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到。对呀，6点半了。刚好啊，那个。I'm very happy for you. 表示说有修行，有认真。OK， 行了，就屋子方面而已了。啊，那边也有多修啊。 不是来坐一坐，然后习惯，一坐不行了，就跟吃饭一样，睡觉一样，坐久就会习惯，然后就认为是就是这样，来一来而已，根本没有专心啊，没珍惜啊。你们好好那边修行就好了啊，外面不要管他那么多 ，OK？ 我喜欢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比较没人。 那种地方，不过你们这边好好，有东西吃，在下面啊。怎么能够给那么多人够吃吗？你吃的是什么？米粉啊。等一下可以看。啊，什么？等一下可以看。是，我们有准备。我有看到，有看到整个那个很大的桌子。不过谢谢。 我中午吃过了，如果中午不吃，晚上才吃一点。如果有空，懂吗？没有空就等明天中午还来不及吗？你懂吗？有时候这样看情况，今天中午有吃了，所以谢谢大家，你们自己用 ，OK。
Thank you. 吃饭也是要付担哦，不是钱的问题而已，就是业障哦。你们吃的话很小，很小代价啊，吃什么都代价很高，会全是这样。如果我有功课念出来给你们听，当名字要盖什么盖什么的，因为有好几个想当名字。真的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，他在讲什么，了解吗？如果我念出来，那肯定他，也许又不敢了，情也不敢，懂不懂？所以就是看到师傅，每是看大家了，啊，如果不骂一骂就笑一笑，然后就没事该了，不是这样了，懂不懂？内院很多事情发生的，看一个人而已，有时候9%多了业障，懂不懂？额外的。 还要回去要洗20几分钟，30分钟，除了打坐，每天要6个小时以外，如果看人呢、啊，我讲不完了。比方说，一千哈，一千1000人左右哈，要2-3次个月要洗业障，每天要7-8个小时。如果能够的话，当然不能啊。然后就中间的时候，别的业障也来。 来不及洗啊，而且嘛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不能做那么多小时洗的，而且要等2-3个月才洗得完，在中间业障还是要背的，听懂我意思吗？也不说这样子，不是说，每次出去就笑笑笑，然后跟大家开玩笑，每个人笑歪歪讲，不是那样的，那个是外面一点点动作而已，当然是很辛苦。 而且如果你没有好几好累劫的福报的话，你上台讲经一两句就已经倒了，听懂吗？还不要算到硬心的，因为来不及洗的，所以再用前世的、前世的、累世的那个福报来洗。然后如果不够的话，其实也不够的，有时候。 那我们改良好了，我们温顺，我叫男，我们叫大丈夫吧，啊。OK， 看几年了，
我本来想走了，然后我们说上来看看，我们准备给师傅住个房子走一走嘛，我又不能说 no， 我就上来坐一坐，啊，有臭豆腐。say no， 哎，好久了没有吃臭豆腐吗？真的会诱惑的。因为平常我如果吃中午 OK， 吃中午吃好的，就晚餐就不吃了。真的，一天一餐可以的，懂吗？哎，我自己吃好了怎么样？真的是这样，也不是不用很严肃啦。也是有时候如果身体不好。因为这佛经也是这样子，这么说嘛，哎，平常和尚一天吃一餐而已，了解吗？释迦牟尼佛的和尚一天一餐，除了拉侯拉那个他的儿子哈，就有一次抱怨说，我这个我那年轻的肚子啊，一天一餐受不了，然后佛是在那边教训他一大堆的。就真的像一个爸爸一样说你啊，这个人啊，看看那个这个盘子是做什么了，他说这个是用洗澡的啊，懂吗？以前和尚都没穿鞋子进来，要洗澡才进来道场啊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他，那个盘子平常用洗澡的能不能用来喝汤啊，吃东西啊？啊，他说我不能嘛，不能，哎，这个用途是不一样。释迦牟尼佛就是说，你就要像那个样子，呵呵，就不能用在比较更高雅的地方，所以你要当好一点的徒弟了，懂不懂？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然后就随便懈怠，到这样呢，好严格哦。还好我们不是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晚餐可以偷吃。哦，因为是迦牟尼佛不知道臭豆腐了。他如果吃一下的话，一定也是我会再想吃的。因为我以前刚来的时候，一进挂那个，刚来台湾了，我进挂臭豆腐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就赶快把鼻子了，把我塞进来给我。跑得好快好快，跑原来你就忘了。哦 ，My God，What is that？ 真的一景 ，My God，What is it？ 真的一景 ，Taiwanese people，What kind of thing？ 的一景。所以好几年都不吃的，懂不懂？年去纽约回来，等等去印度回来也不会吃的，好久了，已经有徒弟也不会吃。就有一天我去闭关，刚来就没东西吃了，没带东西来，然后他们就带来一人一包那个臭豆腐，在塑胶袋里小小包，看起来很善良，懂吗？因为看起来是一点点泡菜嘛，然后那个几个那个三角形那个黄黄的 ，OK， 看起来像煎那种加那种豆腐一样，刚好肚子饿嘛，走路已经很久了，在山路那边就要走路才能进去，不能够开车进来啊。然后就他们就骗我，一边讲话一边吃啊，然后我就吃，我没想，没闻到，讲话嘛忘记了。然后吃下去，哦，吃那个以后就哇喜欢了。本来坐一坐然后就走了，结果他们说你们还会来的，这总理的中心也赶过来，所以我就不忍心了，然后有那个借口就吃臭豆腐。不过平常晚餐吃的比较不大了 ，OK， 如果要吃的话，啊，就多念五七了，回去多打坐二四，我跟你讲。因为从那个差不多半夜啊两三点，大概两三点以后到两三点中午啊，就是那个阳的时间嘛，然后那个以后就是阴的时间啊，
这个是给那个啊，给那个佛定的力量做足的，然后大家回来晚上也是累了，懂不懂？然后那个压力比较大，那佛定力量也比较强，所以呢还好有观音法门，吃的可以回去洗，懂吗？哎，多观音观光洗一下。啊，不过你们平常的人哈，吃东西的话，就代价没那么高了。名次的话，哇，很高。那你们吃的话，比如说就有那个，一不是2%，那个业障而已，懂吗？哎，难免呢、啊，哎，可能在种菜啊，也他们也有业障，也我们也承担一点福报给他们，不过很小。当名次的话，哇。他们开价很高，哎，所以如果吃太多就不行了，你懂吗？也可以啦，就后面要打出很多就可以。不过名次本来要打出6个小时了，最少了，懂吗？当然最少的，然后还要替徒弟打坐多一点，然后出去外面又回去又多打坐一点，什么都要。什么都代价很高就对了，啊，有时候我跟助手讲话1个小时而已，也是很多percent业障，听懂吗？那规定是这样的，哎，普通的人是没关系，没有那么多，那么你注目那个名声，他故意这样子，懂不懂？那个代价很高，所以平常那个吃中午就够了，我是平常一餐就 OK 了，啊，过来中午就。吃饱了就不用了，晚上今天都不饿，都不想吃。比方说讲，昨天也是这样的，前天也是这样，懂不懂？又怎么想吃？不过可以吃呢，奇怪。啊，不想吃没关系，吃就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吃饭呢，或是做多数东西都是习惯了，然后又被那个外面拉拢啊诱惑而已。如果我早一点回去的话，就回去可以打坐睡觉了。啊，结果做我说 OK， 我做2分钟而已，结果就到现在还在。不是那样子而已了，等一下回去整个晚上要打坐洗这个臭豆腐，因为已经过了时间了，懂不懂？过那个肯定时间也是，然后我还见大家那么多，哇，等一下明天两天后天，哇。如果来不及打坐的话，会出问题，懂不懂？内边外边都出问题。哦，我要跟你们讲，吓坏你们！你们本来都想当名师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不敢吓坏你们。有空我再念一个历史，给你们知道，当名师是怎样怎样怎样的，懂不懂？动一动就业障，看谁都有业障。出去外面吃饭，回去又打坐1个小时，懂不懂？哎，比方说出去外面自己的饭馆还是一样，懂不懂？不是说外面的饭馆而已更糟糕。外面饭馆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洗干净，不过没那么干净了，我还会闻到那些鱼啊肉啊那些味道，那个盘子即使洗在机器里面了，热度已经100度的那个热水啊，还有肥皂什么还是会有味道的，懂不懂？那不过味道是不是糟糕了，业障还留在那里，你能不能想象鱼的味道而已，还留在那个盘子里面，然后四周围洗那么干净，何况业障呢？就看不到而已，懂吗？所以出去就哇，回来就很辛苦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什么免费，没有什么你能心想或是觉得好的东西是免费的。啊，代价很高，听懂吗？哎，是普通的人，是普通修行人还 OK 的，这单位名士啊，哇，他不让你欣赏任何东西，了解吗？是虐待到底的才行，你不要你就走了嘛，就是这样，了解吗？你不要你就不用回来，不用过来，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地方，我们有自己规矩，谁叫你下来，懂吗？用建业好了，哎，规定好。听懂吗？你不下来就算，你下来的话要守规矩。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人啊，是很自由自在，然后这个国家真的政府蛮好，很自由的。
除了你不要犯什么法就 OK 了，而且呢，没有人去监测你，没有人去鉴定、鉴看你，没有人烦恼你什么，了解吗？你们住台湾的不要理所当然哈，政府好我们的人物 ，OK， 人物不要做什么给政府麻烦，即使小事情，每个人做小事情的话，那政府要啊、一天到晚整理，懂不懂？然后要罚，他们又不好意思，又不罚不行，比方说这样，然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，国家乱掉了。政府没办法，没有空档时间，能头脑想到更大的事情，懂不懂？外交啊，给国家更光荣进步啊，了解我意思吗 ？OK， 我们特别修行的人要小心 ，OK 啊，要注意这个方面，不是我们怕什么，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。好的公民是好的东西 ，OK。如果一个国家和平，我们修行才好啊，了解吗？如果台湾没那么自由的话，你们不能来这边做那么多人了，哪有这样？很多国家不能这样啊。诚恳跟你们讲的 ，OK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去别的国家玩一玩，隔壁什么的，不管了，你们学去学去看看，了解吗 ？OK。呀，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？抽到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说，像是你现在不吃也可以的，懂不懂？就吃一点给大家结缘嘛，跟世界结缘，不吃也可以，不会怎样。所以我们修行了以后就不觉得很重要。其实我吃的话也很简单哈，如果吃饭的话，就白饭。跟一点绿绿的菜啊，然后这样子就跟一点酱油啊，就 OK 了。然后就，水果啦、不然的话，泡面呢是最简单，不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泡面，不是很简单。台湾弄那些米粉的，然后只有一包小小那个，没什么很浓那些啊，没什么辣那些 OK。这样吃那个，因为。那个咸咸的味道还习惯，懂吗？所以吃那个给他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让他让我空档也可以做别的事情，不然不吃也没关系了啊。刚好那个吃水果就 OK 了，就是前面吃水果嘛，吃了已经饱了，就吃那个泡面也不会觉得怎么很有胃口了，懂不懂？还煮了臭豆腐，今天能就业顺利，真的诱惑我。台湾是这个臭豆腐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跟你们讲哈，如果你们想一天吃一餐的话，晚上决定不要去那个臭豆腐的地方。OK， 也没关系了 ，OK 了，可以懂吗？就晚上最好不要吃那么多。不过如果你们不习惯的话，晚上如果不吃就睡不着了。我有时候睡不着，佛经也有说嘛，因为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和他本人都一天吃一餐，因为有很多理由嘛，第一次去透过嘛，自己去透过过日的，如果整天去透过的话，那什么时候去讲经呢，去打坐呢，懂不懂？而且那个时候晚上都没路啊，没有路灯啊，然后看不到啊等等，所以一天一餐就 OK 了。然后如果有人来供养的话，你不能等待他整天煮饭给你吃了，一天三餐那样子呢，怎么能供啊？懂不懂？然后什么时候佛就上台讲经啊，什么印心啊，什么一大堆的啊，那可是两个理由。第三就是因为那个印度的和尚的传统，自古都是这样啊。第四，也许因为佛也知道。晚上就是属于那个阴气的地方，属于那个佛定的力量嘛，所以我们吃的话代价很高，比那个中餐高，所以事实上我们吃一天一餐就 OK 了，就习惯了，真的习惯了。如果今天没有去医院，然后没有那个胃情来这边的话，我就早就回去了，根本没想到。吃任何臭豆腐、香豆腐什么都不会想到的，了解吗？因为回去会忙自己的那边啊、外面的事情，然后就
就不用再想，你想你不想的，不是因为就勉强自己吃，一天一餐，然后晚上还想着食物，是不是很轻松的？了解吗？哎，除了比如说有时候生病啊，然后中午不能吃啊，我是忙啊，我是旅行的时候没东西吃，然后晚上就吃一点，当然要代价啊，要打坐更多而已 ，OK。在佛经也有说，如果和尚嘛，如果在旅行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碰到那个村民或是人民啊，能够脱钵，所以，随时可以吃没关系的，了解吗？就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都有代价很高，就对了 ，OK。晚餐比中餐代价比较高 ，OK。对那个所谓的名师的话，哇，啊，好多倍高。不过没关系，他给消化了，就是晚上就不怎么很好可以吃的，最好他不想吃就不吃了，了解？佛也不是说禁止，就是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了解哈？给和尚嘛，和尚不能整天去托钵，了解吗？早上去托钵，中午回来吃，然后就洗澡啦、刷牙、洗脸啦，休息洗啦，然后等一下下午就开始讲经说法、打坐。我是做别的事情嘛，听懂吗？就不能整天去透过啊。不是，如果有人来供养上那个，他们有上个月下雨嘛，就佛都让他的住家人留在一个地方，因为他们衣服不多嘛。如果每天去透过的话，恐怕回来没衣服穿了，下雨季啊，所以就是嘛。所以他佛才让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在一起，然后徒弟来供养。人家来供养那个时候，我说没什么大卡车跟我们一样带那么多菜那么多饭来那么快，了解哈？所以一天煮给他们的一餐已经 OK 了，了解吗？很多不同的方面是这样。不过我们如果想要像那个八关斋戒那个一样一天一餐的话，也可以，就是看你们体力了。看你们要不要，能不能呢？我不用勉强 ，OK， 就是知道晚餐吃少一点，然后打坐多一点，了解。观音法门能够化解一些了，就是不要利用这个情况吃太多，因为有很多人没得吃嘛。个伊斯兰嘛教哈，他们一年有一个月叫 Ramadan 啊，从早上到晚上都不吃的。晚上以后才吃，懂吗？晚上才吃。第一，因为也许那个时候，那个教主穆罕默德被人家追杀，追哪到处都要躲，要抢起来嘛，然后如果他们拉玛丹就是集合很多人呐，所以不能白天煮饭什么，就比较不方便，白天就躲起来打坐什么的，然后晚上。才可以吃饭，因为在煮饭呢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炉什么，没有瓦斯炉，所以一煮饭就烟了，懂吗？烟上来，而且很多人呐、所以他们才这样。第一、第二，一要他们徒弟啊，就了解别人的苦心了、同情那个贫穷的、没东西吃的人，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时候还有。百千万亿人，去睡觉时空肚子去的，整天没得吃的，小孩也都有。你们看电视就晓得，看电脑你会知道，还有看电视，看普通的电视的话，还有看电脑也代价很多，所以你不要那个眼睛不要黏在那里哈，该看就看 ，OK。我都没看了，他们有放电视，在我山洞里面一个小小的角落了，不过我都没看。他们都到处都放电视，我目前都没有看，但没时间，而且没兴趣，而且看了，等一下又他就很辛苦，也是代价很高，懂吗 ？OK， 那你们的话也是会有代价了，比较小一点，就是还是要多努力。比平常打坐才能够化解那些，因为电视啊、电脑嘛，就是普通的人嘛，懂不懂？忧虑很多，
竞争力很强，压力很高，所以我们看他们，有时看他们做事情，跟他们沟通，就会开一个通道给否定的力量进来。所以晚上后来你们就会做噩梦，不是说怎么乱七八糟的梦，不是打坐有所不闻啊。不过看一点是没关系的啊，大概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 OK。除了你吃供酒是没办法，多念五七 OK， 多打坐。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玩？都是代价很高，连我们菜呀、啊。也堵的，不是因为化学的关系而已，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地已经堵了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水已经堵太多了，快死了，我们的水啊，多数都是死了，死的水的，不是没有灵气的水，没有滑稽的水，了解吗？我们没办法做了，不是因为那样子而已，就是因为很多的菜啊东西都会自己有毒分的，所以不是吃很多就好了，了解吗？不是，而且吃很多复杂的东西，混在一起，肚子不知道怎么分类，懂吗？等一下就有问题。不过人类多数习惯了，所以不吃才不行的，懂不懂？不吃才不行，那尽量吃刚好，那也不用说很多很多很多宅补，不一定。OK， 越多东西混在一起的话，那个毒的 越多嘛，懂不懂？有时候跟这个跟那个不合啊，然后我们就混在一起吃，又增加它那个固定的副作用。OK， 然后就有这个病那个痛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我们吃饭菜习惯了，不是每个菜都毒的，不是每个水果不毒的，连水果也有一些毒的。不是每个谷类都好的，懂不懂？饭是 OK 的，其中一个 OK。那 我知道很多，我现在不讲一讲，你们就不吃饭了，就怪师傅说。我在抽了，抽了，都不敢吃东西。师傅说都煮，我不敢吃。没关系，多努力，打坐 OK。那边也随时要跟内在沟通，要跟师父力量沟通。不管那么多月亮星星了，他们自己会加持的啦。OK， 不用注意外表，外面太多，了解 OK， 因为师父的力量随时都在，那个星星月亮有时候会盖住了，而是有时候季节不一样，要没有，懂吗？就是。那个 master power 随时都在24小时不停，那我们就靠那个，因为那个是我们本人自己的，没有借别人，懂不懂？佛的力量，佛性也是释迦牟尼佛有，不过我们也有，是我们的本心的嘛，了解吗？我们要把它挖出来，给它多发达，多练出来给我们用而已 ，OK， 就靠这个是最好，因为师父的力量，或是佛性，或是 Christ 宝，都一样，在我们里面了。一心的时候，给他已经行起来，把它打开，让它显露出来了以后，就我们就沟通了，懂不懂？跟那个大的师父，宇宙的沟通。所以我们靠那个是最可靠的，了解他 OK。然后别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能加持我们的话，都更好啊。慢慢一点，懂不懂？就 OK 了。然后吃饭的话，最简单够营养就好了。有一些人吃很多，不过也胖不起来，然后还是病了，懂不懂？不过不是说靠一天一餐才成佛，不是，不然很多饿死的人会早成佛。哎，我是蛇啊，比方说蛇啊，他吞进去一个大箱啊，然后他躺在那边。几个礼拜一个月消化，因为他没有消化的那种系统，不像我们那样，他只能靠里面那种浆啊什么那种化学什么的慢慢消化啊。我开玩笑了，哪里蛇吞到一个大箱，你们还在那边静的静静的认为对的吗？
师父讲什么合道你才相信，不合道你就不能相信。这个开玩笑了啊 ，OK。因为有一本书嘛，叫《Pretty Prince》，Little Prince》，小孩子嘛，他画一个画，有一个一条这样，然后上面凸出来很大的，然后他就跟大人，你怕不怕？那个大人说，我怎么怕一个帽子呢？然后他觉得大人没有想象力的，是啊 ，OK 哈、啊，你们不要困大象就对了 ，OK， 就可以笑话很久。我们吃简单的话，那个肚子比较简单消化啊，也不用一次吃那么多样啊，懂一懂？比方说今天吃一两样，明天吃一两样，然后中午吃那样。小菜吃那样子 ，OK。不过如果肚子饿不舒服，一天到晚打坐就想到面包的话，拜托要去吃 ，OK。我吃一餐，因为我能够了解吗？然后我不会想到那别的东西了，我想就去吃了，我没这么严肃了，了解吗？不过不想啊，除了你拿臭豆腐算今天的表现。正子开太会懂事了那如果能够就去不能不用勉强 OK 哈、啊、OK 了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好了啊我得去了九点了哼觉得不一样，他说 "I love you" 就不一样了。I love you guys。Thank you 哈，谢谢。谢谢你们的爱心。谢谢。I love you 。